雅洁你想见吗？雅洁那个人你还不知道，你越说不想他越想见你。有请雅洁。哎哎哎，你不说李文来的嘿？什么李文啊，宇宙你懂不懂事儿啊？是什么呀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这谁给我定一充气人儿的？金鸡，你们看过没有？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应该不会为我破费吧？要特别提一下哈，这花是我和夏雨共同送给小飞的，祝他演唱会成功。哎、送花应该直接送到八宝山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这花啊，这花是夏雨。今天因为要拍夜戏不能到现场为小飞助阵，专门委托我送过来的。夏雨跟小宋佳一起送的，还有一份呢，来，来，谢谢宇宙生日快乐。这我要宋佳这个。这花是小宋佳送的，然后今天也是不能来，所以就是我替他就是送过来。你是快递是吧？太会开玩笑了。哦，行行，拿一下快递。谢谢谢谢谢谢他们俩。多不容易，大晚上拍戏的。来，抱一个。今天我打扮不是，今天我打扮的这么漂亮，本来说要上台演一出的，估计小飞不会给我这个机会。哎，听说你这话剧火到一个不行，现在是下一周四，小飞会去看我演的话剧。在座的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赶紧买票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、啊？王璐会告诉你的。来来来，强抱一个我。我要小飞吗？谢谢。我吧，我觉得，先帮我把这拿下去吧。我好意心领了这个。我对花儿这东西吧，尤其是演出时候献花特有心理障碍。如果去了2007年我们在丰年那场的话，大家知道这个本来呢后边有几首特炫技的歌，因为上了一束花，花里边满满的一捧水啊，就全洒在效果器上了，然后出来那声都跟在水底下弹的似的。你不是说演唱会都结束了吗？你出来干嘛呀？那得有返场啊，是不是？这大家还没叫返场呢，那个我都听见那喊退票了。退回来。我们下去这么快？哦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。我正想念呢，刚才我在后台，这个一个特好的一朋友，也叫泡泡啊，原来是太麦的，现在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变无业人士了。这个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，说注意台下拿荧光棒的那个人，我们容易吗？晃了半天你都闭着眼的。谢谢。这次演出惊动了不少人呢。下面这首歌大家应该不陌生。没有这么熟，依然有期待。耳熟吗？你是要出来是吧？老远就看你那白背心了，就这么一件还洗得出来的，待那么长时间的出来吧。掌声欢迎玉州。就不求你知道吗？不愿上来算了，贱命一条。干嘛？这个玉州啊，平常节目里经常被我数过，但其实他其实也是名门之后的。你这样没光，瞧着你特黑。黑好啊，就透着脸上那几个油的反光啊，就那儿亮，你知道吗？豫州，姓豫，名州，字寡妇，豫达夫的后人，豫寡妇。你讲讲你最近练钢琴这事儿吗？是因为我要演出你才开始练钢琴的吗？后来就变成这原因了，之前挺喜欢，然后后来你说你演出，我就觉得哎这还行啊，我以后可以弹键盘，是不是？
哆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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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哆。你写一首这样的歌行吗？我马上就能跟你演出了。你说键盘，我就想起那天那个事儿了。宇宙跑的那个，我正录节目呢，非常投入，突然间出现在我身后，那谁呀、啊？然后我就特高兴的说，我把你键盘拆了啊。我说你，我招你惹你拆我键盘干嘛？对，后来发现他是要把李健的盘给拆了。李健那天刚刚递过来他的新专辑。对，你是这个事儿。把李健盘拆了。所以说练键盘吧，你。嗯。我觉得宇宙其实他住的那个地方挺方便的。怎么讲呢？虽说偏了点儿吧，但是鱼龙混杂，什么都有，特别适合人去生活。他们隔壁还有养鸡的，你知道吗？今天闹钟中午的时候听到公鸡在那叫、啊、真的外国公鸡是有时差。哎呀，就他们那儿我去过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虽然说这个路上的挺窄，暴土扬长的，但是马路两旁啊叫买的叫卖的什么的，就特别有生活的气息。我非常向往你们家那块儿，就卖鸡蛋一块钱卖俩，月房的经济适用房。对，有卖包子的，对，卖花生瓜子的、嗯、有卖烟卷的，是，有卖车的，有卖房的，有卖身的。嘿，没有啊，人身哦，有没有？有卖人身、这个、高丽参什么的吗？对，所以特别好。然后玉州呢，他就很能够利用他们家那个特点。怎么讲呢？就是就他们附近，就比如说他们家楼下有一健身房，其实去着特别方便，什么瑜伽呀，什么雪地子啊，普拉提、雪地子啊、嗯、跆拳道啊，对，芭蕾舞啊，嗯，全都教，而且都一个老师教。哎呀，全能的于老师嘛，远近闻名，很多人去不是因为他教的这些东西啊，传说这老师有双美腿，第一堂课来坐着轮椅来的，的美腿法啊。总之呢，我就想说，人要有爱好。有爱好，你的生活就会比别人更加丰富多彩。而且人还要爱自己，尤其是女人要爱自己。有时候你要是整天往外跑吧，你会发现生活挺残酷，就老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儿、嗯。但是你要有这些爱好，你沉浸在自己小世界里面，你会觉得生活无比的有意义。而且就算你拼个玩具啊，嗯、最后拼出来也无比有成就感。你就喷漆什么的，被无数的女朋友拒绝之后，就这么活过来的是吗？挺不容易的。不是拒绝我，他们是出国了，嗯、没回来了。他们是回家陪老公了。反正长得也不怎么样，便宜老外了就是啊。你是嫉妒？爱好其实有很多种，比如说。收集，有些女孩啊就收集芭比吧，酸了是吧？这挺好玩的。有些女孩其实她就收集芭比娃娃。待遇就是不一样啊，说吧。你都坐不上去啊。